先生，你说我该如何去感化一个人，能让他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试问天下能有几人做得到呢？我明白了，让魔鬼变成佛，这太难了，还是让他先做个人，对吧？从小事做起，让季楚感受到人间充满爱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就是想做好我的本分。以后我给你提供睡前讲故事服务吧。两日后，本宫要在宫内举办宴会，宣布二殿下定亲之事，特别邀请绿王和绿王妃前来宴会。他这是何意啊？宴会？他倒是给本王制造了个机会。殿下的意思是要登柱？没错。殿下，你带我一起去，这次我必须阻拦他，找人假冒王妃不就行了？我看你就挺合适。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属下有些忧虑。那你先说说，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？除非让真正的三嫂回来。妖怪，他是妖怪！住了！公主，小心！留香，妖化一事牵连甚广，务必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。多年未见，这侄女儿是真是假，藏着什么猫腻儿？难道你不是扶余郡主花清歌？留香她在东正寺里死了。这牢房又称铁匣子，出口只有一处。这是齐王府今夜送来的金刚符，这伏魔杵也是齐王府送来的，这真道馆的伏魔杵非常灵验，是不是这柳香真的是妖？齐王送来的伏魔杵却刺进了死者的胸口，这不正是说明齐王是凶手？凤儿，你别怕啊，一切由母妃担着。